您朋友们，今天我想把会和实放在一起来说一下。下面把这一幅画我来说一说。这个就是会在前边，是用墨画叶子胭脂画的花，后边用花青点了一块石头，这样表现它的山谷当中会的一种姿态，所以我提幽谷寒香。这个画呢是先画叶子啊，前边的叶子和花，后边补这石头啊，要后画，所以层次一定分出来。另外颜色上看，有墨，有胭脂，有花青，也可以说红和蓝和黑，还有白纸造成对比，使画面显得既要鲜明又要协调。下面我画一幅横的，还是绘和石头，先画绘，把绘的叶子组合把它画出来。叶子的墨色这次稍微调的淡一些，可以表现叶子的层次更加丰富。画出叶子主要是注意交叉搭配，尽量不要重复，还要随意，还要大胆下笔。组织一下小叶，基本上